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生命电视台，让世界更美好。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想学佛，佛要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帮助别人啊，所以帮助众生，因为这个世界空性的意思，什么叫空性？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存在，我们一定要依靠别人，依靠众生而存在。那既然我们要依靠因缘这些外在的人事物而存在，那你去伤害到外界的人事物，那就是伤害自己，叫恶有恶报。那你去帮助了整个别人或自己啊，或是其他他们需要帮，那你就是在帮助自己啊。那但是在帮助的时候，色干狼也很会做善事，但是他没有这个空性的思想啊，因为别人才是我们自己，我们去帮助别人自然成就自己，但这个自己还是不是存在的啊。这个、自己是因为依靠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众生，你才可以存在，可以没有单独我的存在，要加入这个空性。所以生命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帮助世界、帮助众生，永恒的帮助。那因为世界众生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佛是为圆满帮助能力的人啊，叫佛，不分宗教啊，不分有情众生相，只要有众生在受苦，佛就永远来帮助。那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众生受苦，那佛就不见了啊！但是只要有众生存在，因为众生就是众死，就是在痛苦，那成佛就是让自己有圆满的能力，不断的去帮助。所以如果各位有帮助众生的
这种发心习惯，那你一定要不断的帮助，更要不断的净化自己，要空性。那不断的帮助叫福德资粮啊，净化空性叫智慧资粮。那这两个都圆满了，叫两种资粮圆满，那你就成佛了。但是你要圆满两种资粮，要去除两种障碍，基本的念下来，烦恼障、所知障啊。那烦恼障叫我执，那所知障叫法执。那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你真的想要帮助别人，你就一直去检讨，透过善知识，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我执法执？如果有，那不是真正在帮助众生啊。所以那这样你就成就了一些善法，但是跟解脱没有关系，跟成佛也没有关系。可能你下辈子会有一点条件啊的，比别人好的条件，或是身体，或是家庭，或是金钱，或是地位，或是出生的地方不一样啊。但是呢，究竟还在轮回里面。所以我们越想要帮助众生得到圆满的功德，那越要去检讨自己有没有空性。再来，帮助的对象是不是符合了三福田啊？所谓三福田，就是说他真正的需要，一个就是各位知道感恩的福田、尊敬的福田，第三个叫慈悲的福田。刚刚我们做烟供，我们救护生命，那就是慈悲的福田，你无所求的。那感恩的福田，那就是各位的父母，哦，顺便把众生都当父母，所以时时刻刻去关心众生，像父母。所以感恩的福田，尊敬的福田，就是各位的三宝善知识，然后这样去圆满这个三个福田啊。那这里面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啊，因为离开这些福田，没有我们的存在；离开三宝，我们在轮回；离开众生，我们不能成佛。那时时刻刻不要把这个我加进去啊，把这个我加进去，凸显你自己，对你自己都不好啊。就像师父拿个旗子，不是在表现呢，但是有些菩萨故意拿着旗子是在表现呢啊。那动机不一样，功德不一样啊。因为我也碰到一些，他有一点精神有障碍，但他就很喜欢拿着旗子很长让大家看。那当然我们说他有福报，但他基本上还是强迫症这样而已。那这样功德就少一点点了啊。所以各位，我想当我们在放鱼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是人，我跟鱼合为一体，不是在凸显自己啊。那有些人在做的时候，哎，我是老板呢，我今天穿得很漂亮，哎，所以我要站在前面给大家看呢，给某人看呢。那你这里面就有障碍，为什么？因为你凸显了你自己，那这样你功德就少了，因为你不是纯粹的利益对方，这样了解吗？啊，就像各位，我们把名字念出来，那是一种让大家随喜，啊，让大家随喜。但是我们不是以这个为骄傲，对不对？就算你写了没有念到你名字，那我们也随喜，那叫随缘吧，啊。但是念是一种尊敬，也让他们。既然讲到钱，就要清清楚楚啊！就像刚刚他们拿钱给我看，我看错了，因为今天护持不光这些钱，所以我叫他们一定要查清楚啊。那这个东西要很小心，就是说每个人，包括会计啊、经手的，一看我要看这个数字合不合理，对不对？不合理就不行。因为刚刚我拿了10万元，结果他们给我的是79000，我说这个错了，那你去查，那是为什么写错了？是因为他们没问好，因为大家都听到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各位一定要脑筋要清楚，写的人、接受的人、我看的人，我也要清楚，经过好几关，那这个东西要很清楚啊。所以对任何事情，报出来，它是一种给人随喜，也代表财务清楚啊，然后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了解。所以我们讲帮助对方，事实上这些鱼就是我们，这些受施者也是我们啊，色拉钱也是我们，老人院也是我们啊。那今天各位到云林观音道场，这就是我们，我们跟道场合为一体啊，跟法合为一体，跟八关斋戒，跟各位念观音仪轨，跟观音菩萨合为一体。所以身是观世音菩萨，心是观音的悲心空性，
声音就是观音菩萨的唵嘛呢叭咪吽，对象呢帮助各位念的六道众生，也转化他们的身口意环境，都变成普陀拉净土，都变成观音菩萨，都变成观音的心，都变成观音的缘。那你转化了，你就可以转化对方。所以我们跟佛合为一体，叫一心念佛。那我们也把这个一心念佛感染到对方。啊，如果这个人现在很痛苦，很痛苦，你一心念佛，他也跟你一心念佛。那那个时候，哪怕一念乃至十念，就算他要往生了，也得到了佛的净土，也会有往生净土，因为他那时候一心念佛，他相信。啊，那那个时候他就外表会庄严啊，家人也会被他感动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在一心念佛，所以每天佛制定六斋日，就希望我们这24个钟头，你要改变你自己。你平常会乱丢东西的，平常你不遵守秩序的，吃东西吃一半就管了，今天不行，今天你要圆圆满满把它处理好，因为今天八关斋戒。如果你这个习性没改变，你平常乱丢衣服的东西吃一半就丢在那边，那这个时候八关斋戒你还是如此的话，那也代表你还没有得到持戒的功德，啊，所以我想佛要我们制定八关斋戒，就是今天我们身口意绝对像阿罗汉，绝对像佛菩萨一样，什么念头都要很清楚。那你能够愿意练习24小时，一天下来，你明天后天就可以改变。所以我认为各位爱漂亮的今天不要爱漂亮，爱耍帅的今天不要耍帅，啊，凸显自我个性的人，在八关斋戒那天你要控制得很好。这个就是救你自己，不然呢，你来参加法会还是那个老习性跟思想跟动机，对你来讲就是一点点福报而已，你没办法得到持戒的功德。那所以这一点特别有强迫症的人，你要自己强迫自己，你要别人拉住你，我喜欢站在前面八关斋戒，你把我拉到后面去救我救我啊，不能让自己又变成那种习性啊，那种男女的习性，那种社会的习性，就像抽烟的人，他已经上瘾了，他不得不抽烟，但是八关斋戒他控制，对不对？24小时不抽烟，他就搞不好我可以2天不抽烟，搞不好3天不抽烟，慢慢参加一次两次八关斋以后，他就对戒烟有信心，因为他那一天不抽烟嘛。当然我只是讲抽烟做比喻，也就是说各位在24小时守八关斋戒，不分在家出家，你不能再表现出你昨天或明天有的习性不好的那一面，代表你进步了啊！你时时刻刻维持在法的范围，所以你昨天参加法会打瞌睡，今天你就不要睡了，代表你进步了，那你明天就有可能改变哦。这一点一定要抓住哦啊！代表我们虽然肉体老掉，但我们的心没有老掉，为什么？心在这种活跃的状态，空性的状态啊，我执法执就是我有那个习惯性，对自己跟对人事物的看法有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真理的看法。对自己叫我执，对外在的叫法执，对不对？那你有你自己的见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八关斋戒最标准？大家都穿海青，不要穿不一样的啊。假设是如此，所以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在念经。那有时候在念经的时候你不想念，别人念你不想念，你还是有那个习性。还有一种是别人念的时候他要念得比别人大声，那也是习性，很烦呢，坐在你身边啊，这个都不是修行。修行那你要试着改变你自己，不出声的要开始出声，太大声的要小声，对不对？为什么以佛为标准或是以阿罗汉为标准去调整你的身口意，就是说你的心态是特别修以鬼唵嘛呢叭咪吽，那各位啊，外向如观世音菩萨，声音融入唵嘛呢叭咪吽啊，所以心里是一种空性显现的大悲，当下是个极乐世界。那你要让自己习惯，在家里也是如此。你平常念唵嘛呢叭咪吽，你一个钟头，还是念阿弥陀佛念一个钟头，那你要超越你的习性个性，那你的相就会不一样啊。连往生者他死亡，他对极乐世界有信心，他相都不一样，对不对？往生的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你给他助念，如果真的对方有这个虔诚愿意接受，我们有这个慈悲，他相都会改变，像舍利子一样。那何况是活的人更有机会改变，因为活的是有心事者皆可改变。
有心事的皆可发菩提心。那在这一点各位要那你改变了，你的周围就改变了，你改变了，你的祖先也改变了，你改变了，你的病苦也改变了。这个叫一即一切，一通万里通。如果说你觉得说我经常在修行，为什么我还是老是经常那个痛那个不舒服那个障碍，因为你没有改变。而不是说师父我大悲咒念一千遍了，我放生几百次了，为什么我还是障碍重重？为什么？因为你心态没改变。万法为心，心是根源，你在某一个地方心态没改变，习性没改变，这是个助缘而已。助缘啊，火是个助缘，但这个助缘要烧能烧的，如果你不改变，这个怎么烧石头也不会点燃火吧？啊，所以你要把这个时候，你是一个木头啊，那你要有一个改变，而不是按照你自己是个石头。所以我们心态要彻底的改变。所以佛教还是这句话，来调伏自心啊。所以连心都不存在，因为心的本体也是空性。但是我们现在认为心有贪嗔痴，有分别，所以这个是虚幻的。这不是真实的本心，本心是自性空的。那你要经常了解这个道理，照见五蕴皆空，哪有身心我的存在呢？那如果你有甚深的去思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你就知道说，我现在在念心经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不能执着我的身心。就像刚才讲了，我帅我漂亮我有钱我怎么想我爱打瞌睡我吊举那都不行啊，这叫五盖，贪嗔疑昏沉吊举。因为你有这些分别的时候，那你就入不了法，你禅定不了啊。所以我们修仪轨就是不离菩提心。所以为什么说我喜欢他们设他起来修，他们受过这个教育的，要修的时候就那一刻他就是佛，那一刻他就是佛啊。所谓藏传佛教的特点就是说，你要升起本尊，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一尊本尊。今天我修绿度母，我就是圆满的绿度母。所以他必须了解显教的基础，绿度母是什么样的功德啊？然后念这个咒是什么样的功德，绿度母的身口意他都要完全融入。所以他们要闭过关啊，来学习这个融入我跟不动佛合为一体，完全合为一体，我心变成不动佛的心，身口意变成不动佛。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的来修仪轨，那个仪轨很有力量，有五个修就五尊不动佛在加持了，这个人在质不在量了啊。那等于说就刚刚讲的，我讲的比较世俗，你就不能扮演你自己。这个时候你念观音菩萨，这个时候你念阿弥陀佛，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跟阿弥陀佛完全无二分别，要有这个信心跟悲心。因为这个时候你很专心在念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的佛性跟我们的佛性无有分别。那众生也本来就有阿弥陀佛的种性，所以我们这样一心念佛，这个时候你也变阿弥陀佛，众生也出生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因为他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跟阿弥陀佛身口意无二分别，就在那个心态，所以他就到那个世界了，他就马上看到极乐世界啊。所以那我们平常就要练习了，哪怕事情很糟糕，现在我们得癌症，现在我们儿子被杀了，现在你赚了一辈子的钱被骗了啊，现在政府要把你没收，还判你死刑关你去监狱了，那个时候如果你烦恼，你就会堕落啊。那个时候你只能一心念佛修行，这时间来了，此时正是修行时，因为境界来了，你要如何的保持正念。那八关斋戒就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外以八支，内以六念，你要保持正念啊。所以阿罗汉人家砍他杀他进阿罗汉住，他都不会起心动念，因为他安住在这种因无所住不起分别心的状态进阿罗汉住。甚至我们修菩萨道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烟供啊、施食啊、点灯啊、回向啊、利益众生？因为我们现在是进佛陀住，我们在扮演一天的佛啊。虽然我们不是佛，但是我们发起佛的心，那这个叫菩萨嘛。菩萨就是以佛心为己心来做佛事，那你就朝这个方向。那菩萨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六度波罗蜜。六度波罗蜜就在佛性的阶段，自利又利他的状态。那这样去分析，所以为什么要帮助众生？为什么要布施？因为这个就是
佛性，一方面消除自己对金钱的执着，二方面呢真心去关心各种的众生，只要需要帮忙了，我们都应该去帮忙。如果现在来了一个老人院的院长，他真的需要帮忙，我们大家就要帮助他，那这个帮助不是靠他嘴巴跟我们说，我们要马上去了解得到证实，需要帮助，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帮他，这是不是佛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对方需要帮忙，这是本来我们就要做的，愿修一切善，这个时候才符合菩提心，符合六度波罗蜜。好，我们最近印了上回我自己编的华严经的精髓，然后印成三本，那现在给它印成套装的，华严经的一些精髓，然后呢当然各位就看起来就比较容易看，然后进一步你能够看整套的华严经，然后去闻思修，这样最好。也就是说各位你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你既然会读心经，我现在的起心动念语言有符合心经吗？有符合心经的空性吗？这个是最简单的。我现在的起心动念有符合我要念佛往生净土的心态吗？我是不是为这个事情很烦恼呢？很执着吗？那我这样就没有符合一心念佛乃至我愿往生的心态。所以我们读普门品，我们读了很多大乘经典，特别华严经，那我现在有符合华严经里面的发心的次第吗？佛从凡夫发菩提心，最后52个阶段到了最后成佛，那我怎么去做呢？那所以你读经典，那你要从你的行为表现出来。那特别华严经是一个最圆满的菩提道次第，当然很多祖师大德包括中国八大师吉天大师用各种方法把这个道次第用最简单的来告诉我们，也帮我们保持正念，保持正念。那各位这个要很认真，你要很认真。但是你虽然很认真，因为你豆浆喝一半丢在那边，你面包吃一半丢在那边，那就读册读来卡踏片，这一点跟你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想各位再接一点，这些要具足三规，受持戒律，不犯威仪，这是起码的条件啊！你连坐椅子坐在那边的姿势，你连开车的这种行进的符不符合，这一下看得出来有没有在修行，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现在这边电视弘法功德组，那我们有设定好，就要送你一部《华严经》精华。所以电视弘法功德组名单，他们每年10000元，或是生命电视台随喜功德，所以还是要各位鼓励各位。虽然我们极力帮助别人，但是不要忘了生命电视台呢，因为生命电视台，我经常讲，这个是假的。生命电视台还有一点象征的，海涛法师就是生命电视台，对不对？海涛法师必定死亡，但是生命电视台可以让它延续啊。所以生命电视台现在已经发展了从各种网络，用网络直播啊，像我们现在叫直播，世界各地看得见啊，将来更应该做得更好。我在直播的时候，马上有中文、英文、印尼文、缅甸文，对不对？还要有人才，所以我希望各位的第二代、第三代如果有善根呢，他们除了学佛、看佛教的书籍、修行，学一些专业能力来帮助佛教的推广，语文能力、电脑能力、办法会能力、做司仪能力啊。所以这一次7月份，我要带一些法师跟一些主要联络人到台北去参加世界佛教青年会，我们要去了解人家怎么样度大学生的，我们这边都是中老年啊，世界佛教老年会、离婚会啊，看是没人没孩子那种的啊，那这样还不怎么样，如果佛教是这样会完蛋，会老化掉，对不对？那他们把年轻人训练成佛教徒到世界各地开会，顺便训练。在今年7月份，我要去参加但是我跟对方抱歉，我们带去的都是中老年，
我们要学年轻人啊。他的意思说，我给你们20个名额，都带那个20岁的，哇，拍车啊，化妆一下啊。我们这些都是老年拍溜的啊，一种啊，啊，塞摸带岗去那边学学你们年轻人呢、啊，怎么样修行的方法啊。但是我也希望将来我们慈悲智也要开始办，念一下佛教青年会啊，各位啊，你下辈子吧啊。但是无论如何，年轻人如何让他学佛，你强迫也没用，没善根的待不久的，了解吗？就是说这些对佛法有善根的，他愿意来接近佛法，开始吃素的，开始啊为佛教帮忙的，这也要生一个佛子还不容易呢，对不对啊？那但是至少要为下一代努力，让这些有善根的年轻人去接引更多年轻人啊，因为不是年轻人，就像刚才有妈妈她说带着儿女来，她才不来，她来这边干嘛啊？无聊透底，没办法的。那时候就跟她说，今天是青年人了，哦，她就要来了，来看看有没有对象。哎，那无论如何，年轻人还有这个想法，至少有对象可以打打乒乓球，对不对？留留手机，那借这个机会看他们有没有学佛啊。所以一步一步来，希望大家做生命电视台长期功德主，好不好？要大家多 push。那你不出钱没关系，请多收看生命电视台，把电视打开，让你家里人看。啊，甚至有一些重点让他看，啊，所以我有时候在外面，有一些人，哎呀，我天天看你，我今天终于也跟你看到你，我就会有点安慰啊。我至少你有在看生命电视台，那我就问，那我在做什么？啊、你打干嘛呢？烟供奉心啊，你有看有看，有看有看，啊，所以，但是至少他会讲烟供这两个字很厉害了，对不对？啊，他立马打干嘞，欧妈前面哄，我在了，欧妈那边没哄。有些人念都念不出来，人家也念不好，那至少他会嗡哄，那至少呢他有在看啊。那我想各位呢，虽然他没办法，有些人他不会来参加法会，但是他会看，对不对啊？他会关心，他会随喜。那有些人会跟我说，叔刚才你有电视台，我的堕胎有苗在你，我都背起来呢，对不对？够新闻镜头费用，对对对对，以后我给你一张证件好了，啊，健保卡。那我们现在新的要开办了，再过几个月，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工程比较大，什么呢？既然有堕胎胎儿，我们给他列名册超度，那对这一些往生人的名册，我们也要收集，对不对？对这些正在生病的人名册。如果他愿意，我们也要收集，所以现在更多义工帮忙了。甚至他只要传简讯来、打电话来，我们就会弄好牌位，马上传给他，而告诉他这几天有3场法会会帮你回向，名字会永远放在超度的地方，这样啊，因为我们要服务对方啊，得癌症的、自杀的、小孩子不好好读书的、老公有外遇的，都要特别超度啊。啊，回向，然后透过网络一律免费，然后让他们有机会，让我们也有机会跟他们接触，对不对？他们的痛苦才是我们要做的。那希望我们以后各中心呢、啊、都会有这个作业啊，帮他做，但是千万不要犯规。什么意思？因为我曾经在别的中心，人家打电话去，我有堕胎2个，不行，你要到中心来才能够登记啊。啊，然后人家就打电话给我，我说、哦、没有关系啦，你先打到别的中心，那一边我再来处理。哪有心那么坏的啊？你一定要让人家跑到中心。有些说你要真名，你化名不行，那不好，人家吓坏了。那人家如果秘密堕胎，她老公不知道，留真名那怎么留啊？那就不好意思了，对不对？因为人家是婚前的嘛。所以这些要训练，所以我们这次调了很多联络人，训练完以后啊，大家要真的慈悲心作业啊，不应该有个人的
加入想法，或者说我希望多一点护持啊，甚至有一个人，有个理论跟我说，师父他写牌位他不供养钱没有用啊。